有一天，我问一个学生，你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他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毫不犹豫地说，当然不是了。我们一般都认为忘恩负义是一种很严重的恶行，是大奸大恶的人所做的行为，一般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但仔细想想，忘恩负义是很容易犯的错误。夫妻互相怨恨，反目成仇，因为忘记了爱情的恩义；嫌弃老迈多病的父母亲，因为忘记了养育的恩义；遗忘了成长路上的老师，因为忘记了教导的恩义；绝交往昔帮助自己的人，因为忘记了慈悲的恩义；兄弟姊妹为了私利争斗，因为忘记了手足的恩义；对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满，因为忘记了护国的恩义；随便浪费大自然的资源，因为忘记了天地的恩义；背弃正信佛法，跟随外道，因为忘记了发心的恩义。你我是否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呢？懂得感恩，或许就不会忘恩负义了。